是到了一个小区里，这小区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很有点这个就是欧洲的感觉。他们欧洲盖东西啊都是这种不是直的啊，中国人比较讲究这个横七竖八，讲究直，但是欧洲强调的是斜。这是老外的旅行团吗？哎呀，这是老城啊，这里面就是老城。我今天说是给在老城逛一逛，我是一直这个这两天都在走走这个外围啊。